防疫 Let's Go 的这个健走活动吼，啊，其实就是吼，因为吼，咱最近吼，这个登革热疫情吼，算伫咱台南市嘛，较严重啦吼。啊，而且即卖嘛是这个风台期吼，啊，所以阮就办利用这个活动，阮就甲结合开，吼，啊，阮就办这个健走，啊，好在我们的里面吼，查讲阮北门区吼，我们的收容住所是有得是得位，啊吼。啊，我们在沿途在健走的过程中，我们还会介绍、哦、我们的这个防灾的一个知识、啊、我们还要发放他们的一个防灾背包吼，或者讲啊，咱这个那真正是迄、那个这落足大的雨，啊，他们要去哪里避难吼、哦？啊，可是点来讲吼，我们沿途也会做一个登革热的知青的一个活动，啊，就是寻道清刷吼、哦，啊，把任何的这个积水容器吼。哦啊，一定要把它清除，啊，让咱这个台南这吼，咱的登革热疫情吼，啊，可以缓解，啊，这是阮最大的目标。防灾防疫，消灭登革热，Let's go！